好不好？做好了。那时候脾气他就像你啊，还是他遗传到那个隔代的。隔代就很，他就是都打不赢啊，不是不还，我不是那种笨人。是跟我讲。你要吃完早餐再给你。你不要跟姐姐玩。那你每天都要买。你不要跟姐姐讲话。那你每天都要。